史蒂夫，你咋了呀？看你闷闷不乐的。老大，别提了，你看，上面我家被偷了。嗯？史蒂夫，你家怎么会被偷啊？老大，你有所不知，小偷偷完之后还给我留了一封信呢，实在是太嚣张了。他说，整栋楼就你自己装防盗窗，其他人都不装。他说是我在挑衅他，所以就把我家给偷了。史蒂夫，那你还真惨，那你赶紧上去把这个防盗窗给砸了呀。史蒂夫，你小心一点。这史蒂夫又怎么了呀？听说他家又被偷了，我们去看一看吧。史蒂夫，史蒂夫，你拿着钻石剑干嘛呀？别冲动嘛，这又怎么了呀？老大，你实在是不知道，我家又被偷了。什么？史蒂夫，你家怎么又被偷了呀？老大，你有所不知，整栋楼的村民听说我家被偷了，然后他们都装上防盗网了，只有我家没有装防盗网，然后小偷就把我家给偷了，还留了一封信，说其他人都装防盗网，就我的没有装，你看不起谁呢？然后我家就被洗劫了。史蒂夫，那你还是真够惨的，要不你也装上防盗网吧。